行行。我上飞的时候，这个桨叶，哎，角度，它是往这边旋转的，顺时针旋转，往前飞，往后飞，往左侧飞，往右侧飞，动力幅度，看看，这个有三种模式：返航模式、自稳模式和山地模式。大家飞的时候要用中间这个 GPS 模式，这时候吧有北斗定位，所以会非常稳的悬停。圆周航线它就自己会牵着画圈，八字航线就是。不动这个的时候，就搁在天上自己画八字形飞行。启动。准备。准备行。风虽然很大，基本全停，遥控器全准。往上升，往下降多少？右手推杆别飞。手松开遥控器了，全停的，看着没？大家飞行时候，你要找空旷地方，离人远点。真好，这飞机真好。